好啦，咱来恭迎咱中华北极点，咱公司处，咱的参加桃花，诶，中华北极点，诶，我们来欢迎的。咱的桃园中路北街陈兴安社社长杨兴武先生，咱的社长杨兴武先生，带出来送对咱双连堂红团，带出来红胸礼拜。感恩我们的永安社社长，我们帅气的永安社社长杨兴宇杨社长，领导的我们中路北极地全体的教班同仁，感恩谢谢你们这次担任。我们仙林堂这个围驾道祭这个头番接驾的队伍，感恩谢谢你们的辛苦，感恩你们的付出，再请来祝福我们北极地香火鼎盛。
带给台中，谢谢。由我们的杨社长来领导的团队同仁，辛苦的，谢谢你们。这边是请我们的宣灵堂，我们的全体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用掌声来感恩我们的中路总经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我们的宣灵堂哦，我们的全体众执事人员，大家一起的努力。来规划举办了今天这一场创坛十周年绕境平安绕境大典，拉马的车过过香，天上三级地火鸡，从天套地归时家，表示不错，我们见到不妙，这边有个水破断，天边天上水莫好，你这不是水莫断，我方很天上地莫要家，非常感恩咱的安家社长杨清富社长来领导咱九班同仁，多谢咱同仁三领导来参拜祝贺，带出来叫叫咱的安家。下午中流会当财源广进，万事亨通，大吉大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各位都知道呢，我们农历三月初三哦，是新逢我们的玄天上帝生日啊。各位，我们在地巴德、桃园巴德的好朋友啊，有这个宗教信仰的，大家都欢迎一起来参拜、来祝福。祈求我们的戴牙公能够庇佑我们的桃园、我们的市民以及我们的全体的这个信徒们都能够平安、阖家平安。大家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，平安就是最重要的福气。他们这个交班同仁啊，非常的热情哦。非常的热情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要扛轿哦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谢谢，我们今天农历的闰二月二十五日，神仙的来欢迎我们中路北极店。由我们的永安社社长杨新宇杨社长来领导的交班同仁，谢谢你们到我们桃园八德宣灵堂，我们的红函恭迎我们的玄天上帝圣驾来赐福，非常的感恩我们的玄帝，非常感谢咱们进来这亚公来跟咱们林安国来祝贺。各位，我们交班同仁都没有休息哦，不要那么不容易。
添砖，玉虚思象，精确化身，脚踏腾蛇，八卦金龟，修真悟道，嫉妒群鬼，镇守北方不损。没有天亮，我要回家睡觉了，快点啦！啊，干啥了？我也累啊。好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我们永安社全体教班同仁的青春，还有我们的热血。谢谢你们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他们要绕到天亮的样子啊！可能是哈，可能是啊，欢迎，还要再来啊，还要再来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我们的玄天上帝生日呢，也即将在农历三月初三即将到来，我们一起来恭祝我们的北极殿啊，玄天上帝圣寿无疆，圣寿，非常感恩我们北极殿，还有我们永安社的全体同仁，谢谢你们。这个没有休息的教班，社长已经说好了。不要停！有人说不要停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不容易。这个扛的越久，代表我们的感情越久，对不对？对，感情越久，那就继续的长长久久。我们不用打契约，我们这个都是无形的哈，无形的契约。感恩咱的恒天上帝爹阿公，会叫咱全领导，咱的老婆领公。快唱的一起唱啊！看着手上的时间，茫茫的夕阳下，终于说出心底的话。一回首，经历了这些年，我从不后悔认识你。好，我们教班同仁是在流眼泪了吗？兄弟陪我们走，这几个月来啊，还记得那时候曾经不够会咱们的梦，追着说将来还要一起疯。兄弟你说来喝酒，一句话说出就走。兄弟你说别泪流，一起永远在身后。走进路，走江湖。
全体的这些的族人啊，大家的辛苦，谢谢我们中路北极店带来最真挚的祝福。这条熟悉的老街，人们来来去去，又有谁能明白情意？走过了荒黑的岁月，没辜负年轻的自己，骄傲地说要做一生兄弟。来注意一下，两边的观众朋友注意一下。